本所于本日清晨6时许接获报案，在本市培德路段有交通事故。警方到场了解，发现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该路段时失控撞上路旁车辆。又原警在现场处置时，车辆突然倒车大回转，再次撞上路旁车辆后驶停止。经了解，男子系慢性病患者，疑似血糖过低造成晕眩，后经送往医院救护，了解无酒驾情形，详细肇事原因待调查后厘清。